跑边报警。后来跑到那的时候，我就看到开车的自己从驾驶座自己爬出来，后来那个车子就开始在烧了，跟他车子已经翻过来了，所以我们就又很担心他会爆炸，所以我们就赶快拿灭火器去灭火，我们用了三支灭火器才喷完。双方驾驶皆有受伤，没有生命危险，经酒精检验后均没有酒精反应。中天社会频道开张喽！想观看丰富系列报道，请上 YouTube 搜寻中天社会频道，看到中天社会 logo， 点进去就能开始观赏精彩影片。请先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也别忘了帮我们按赞分享哦。如果您觉得还是太麻烦，赶快看这里旁边圆形的中天社会 logo 就是频道传送门，别怀疑，赶快点进去，首页就能看到五二小组系列影片，有会客室、老 Z 调查线、捐箱聊虾米、别阴阳、中部中心、白岛出任务、南部中心 BOSS 工作室，丰富内容千万别错过喽！搜寻中天社会频道，欢迎您一起来加一。